今天我们首先呢，把前面讲的这个第一节的内容啊，上一次习题课。那么我们准备做两个题。第一个题啊，是第十页上的补充题的第二题，大家把这个书打开。第十页上补充题的第二题。我们上次课讲了等价关系了啊，集合里面的一个关系，满足反身性、对称性、传递性啊，就叫等价关系。那么第二题是说，有人说等价关系里面第一条的反身性可以取消，然后他就给出了一个说明吧，也像可以算是论证。他说，假设 R 是非空集合 A 中的一个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满足对称性和传递性，这个该关系一定就满足反身性，所以反身性就可以取消了。证明如下啊，然后对任意的 AB 属于，哦，这个地方印错了啊， AB 属于大 A 不是属于 R。 从 A跟 B 有关系，就 ARB 啊，得到 BRA， 这是因为对称性啊。然后又从传递性，这两个搁在一起，传递性就得到 A， 跟 A 有关系，对吧？把 A 跟 B 有关系，根据对称性就推出 B 跟 A 有关系，然后 A 跟 B 有关系， B 跟 A 有关系，那这样传下去啊，根据传递性呢就推出来 A 跟 A 有关系，这不就把第一条推出来了吗？是吧？所以任意的 AB 属于 R。 现在问他的说法对吗？那为什么？现在给一两分钟时间大家讨论，那有想法的就举手。稍等一下，好吧，至少我们过个半分钟左右，好吧？现在已经有同学有想法了。是蓝的吗？好，看有谁举手啊？这个同学先说啊，他举个反例，稍微声音大一点。 A 吧， R 是什么？二是对两个元素而言的，是那个二集合另一项的二，集合是 A， 集合是 A 吗？就是 A 和 A 的集合。 A 是空集是吧？不是 A 空集，是二是 A 和 A 的集合集上的 A。 哦，二是 A 跟 A 中的空集。空集就是任何两个元素都没关系，都没关系。但这样的话，就是前面他是满足的。哦，好好好，他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是吧？所以是任何两个元素都没关系，那这个当然谈不到，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做平凡的吧，啊，就是很极端的例子。有没有谁能举出一个更这个具体的例子？好，这个女同学，把那个关系 R 如果是等于号的话，你先把集合说出来。集合是什么？ A 随便一个集合，实数集合。
除以集我们常常用初级的 R 表示，然后关系呢？关系就是等于。关系是什么？哦，等于关系。等于关系可是等价关系啊。等于关系肯定是等价关系啊。我感觉就是因为它这个A 的那个。你说这个说法对是不对吧？不对。不对，那你用等价关系不能作为反例了。它这个指等价关系里面，这全对的呀。我的意思就是说 ，ARA 的条件是 ARB， 所以这个无形的就缩小 A 的取值范围。哦，你还是从理论上来想的，但你这个例子是不能作为反例的，因为它将来这个不会出现矛盾的，它本来就是等价关系，这肯定都是对的。好，那你先坐下来。好，那个同学想说。就是说 A 是 O2， 然后 A 是实数集是吧？对。好，然后关系呢 ？A 与 B 的关系等价于 A 乘以 B 等于。哦，关系是 A 与 B 有关系，定义为 A 乘 B 不等于零。好，我们来看看，你继续往下说。然后，假如 A 与 B 的关系的话 ，A B 不等于零，那么 A 与 B 不等于零。所以 B 与 A 的关系，然后 AB 不等于零，BC 不等于零，那我就可以推出 AC 等于零，所以 AB 的关系。但是对于 A 等于零的话，那么 A 乘 A 等于，那我就有等于关系。当 A 等于零的时候，那么。就是 A 与任何的这个 B 都无关系，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假如 A 等于零的话，那么 A 与 A 就没关系了。对，啊，而且呢 ，A 与 A 无关系。他说的例子是对的啊，但是他整个这个话稍微有点繁琐，这到底为什么是反例，你能不能再简短，他刚刚说的都是对的啊，能不能再稍微简短的说出来为什么这是个反例。因为这个他满足个性性质的传递性，但是他不满足那个保存性。对，就你所有的这个论证和作业也好，对吧？作业是书面表达，像这是口头表达也好，你最后得画龙点睛，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啊。这句话是关键，说得很好啊。好，由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反身性啊，不能用传递性啊，用对称性啊，这两性推出来，这表明，第一条反身性。是独立于传递性和对称性。那我们这个上次课还讲到一个小实数集合里边的小于等于关系。小于等于关系反身性是满足的，那任何一个实数小于等于自己，这个。传递性也是满足的，是吧？但是对称性不满足，是吧？三小于 a 的 k 除以说小于三了，这表明第二条对称性，啊，第二条对称性是独立于反身性和传递性。现在我留一个思考题，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例子？那说明第三条，那传递性是独立于反身性和对称性。我简单写了，传递性就一个字，啊，是独立于反身性。和对称性的，那么我在讲课里边，上次有说了有方括弧、自证
啊，那是你必须要去做的啊，基本的啊要求的内容。现在我又出现了一个方括弧思考题，要用一个思字来代替，这种呢在讲课里边还会经常出现，这种不是基本要求啊，但也不是都是很难的要求，是吧？就是说你有余力的时候可以去找考虑，可以去做一做，是吧？个别的思考题是难的，大多数思考题是在你们的水平上可以做的，只不过我不知道你们的时间是吧是不是很充裕，所以写出思考题来就区别于那个自证，自证是必须要做的，思考题是有余力的时间去做的，好吧？请大家注意这个，这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题。第二题呢是说上这个还是这一页补充题的第三题，这题比较长是吧，我不念题了，大家自己去看了去做啊，一共有四个小问啊。下面我们做第十页上的第三题，这个先给大家大概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啊去做，然后我们来讨论。课上做题啊跟作业要求不一样啊，作业不要要求步骤完整理由充足嘛，要求你字写的不要太小啊，不要太潦草嘛，要一定的整洁嘛。课上做题不要求了，课上做题你可以跳着步是吧，也可以比较潦草，只要你自己看得懂就行了啊。你可以下了课再去整理啊，我们课上做题要求要抓紧时间，要很快的把它想出来，想出第一个小题来马上就再去做第二个小题啊，我们课上时间是宝贵的。都应该有一个本儿啊，你无论是记笔记也好，是课上做题也好，这个题我们就先做到这儿，下面我们把这个题大家一块儿讨论一下啊。前几问比较简单，那我说一下我们就过去了。第一小问说 R1 是否满足对称性，这是答案是满足的啊，很容易验证。是否有加等相关呢？不一定了啊，这个理由是。不一定满足传递性，啊，理由是不一定满足传递性，这可以举例。第二呢，想问啊，是证明 R2 是一个等价关系，这个你只要按照反身性、对称性、传递性啊去做啊，也很容易。第三问呢，是如果一开始给出的 R2 就是等价关系，那么后边的这个 R1R2 都是等价关系，而且 R2 就等于 R2， 就跟一开始给的关系一样。那么两个关系相等，实际上是说任意两个元素，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有关系，按照那种定义也一定有关系，对吧？按照这种定义没关系，按照那种定义也一定没关系，这叫两个关系相等，所以这个也很容易证明。现在我们讨论第四问。第四问，这个集合啊取为整数集合， M 呢是一个固定的整数，然后取这个 R 这个关系啊是这样的， S 跟 Y 有关系， D
定义为 x 减 y 等于 m， 然后让你求关系 R1 及关系 R2。 现在做出来的同学举手，我看看这个题有多少人做出来啊，只有一小半人做出来了啊。好，我请最边上那个同学，你说一下你的答案。我的答案是R1 就是 x 等于 y 或 x 减 y 的绝对值等于 m。 这个R1 是 x 等于 y 或者 x 减 y 的绝对值等于 m。 R2 呢？不是那个绝对值。x 减 y 等于 m 或 y 等于 x。那不行，那不行，叙述。哎，我们在这写吧。M 不一定是这数，但是我要是问你们谁有还有补充意见的时候，你们可以说啊。这个他这就改成这样了。R 是 M 整除 x 减 y。R2 是 M 整除 X 减 Y。 好，哎，还有谁有补充？好，这个第二，刚才他讨论 M 等于零了。好，他说还要讨论 M 等于零的情况。 M 等于零是什么呢？ M 等于零就 X 等于 Y， 因为零除了 M 等于零的时候， R1是 x 等于 y，r2 呢？也是 r2 也是 x 等于 y。 还有别的补充吗？好，哎，这个思维严密性啊，一开始你可能没想到还要讨论啊，因为 m 是一个固定的整数，是不是零没说啊？一开始你可能没想到要讨论把这个情况分出来 M 等于零，但是写到这儿的时候应该想到了，是吧？因为这个地方是 M 整除什么，这地方要求 M 不等于零的，是吧？这个思维的严密性，是吧？这个大家注意。别人还有什么补充吗？没有了啊。那么前一个同学总的来讲是答得不错的，那第一个同学答得不错，第二个同学补充呢就更完整了，是吧？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 R 呢是 X 比 Y 大 M， 是吧？如果 M 这个考虑是正的，是吧？ M 如果考虑是正的，那么这时候 X 比 Y 大 M。那R1 呢，就是 x 等于 y 或者 x 比 y 大 m 或者 y 比 x 大 m， 总之就是 xy 或者重合或者 x 跟 y 的距离呢是这个 m 的绝对值。那么由于 R2 是中间隔了一些东西可以传递过去，对吧？每中间隔的那两个元素之间呢都满足 R1 那个条件，所以到 R2 的时候就 X 跟 Y 啊差的是 M 的倍数就行了，是吧？也就是 M 去整除它。而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个表达，是吧？刚才补充时候没有同学说出来，就是 X 跟 Y 模等，模等 M， 是吧？模 M 的时候 X 跟 Y 模等，是吧？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是吧？一个关系，那而且呢是等价关系，并且它对于整数里边的加法和乘法都还是同余关系，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模等关系啊又一个来源，那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啊也可以到模等关系。啊，这个第一节我们课上做的题啊就这些，课下呢我们做这样几个题作为作业。第四题，二、三、四小题。
五题的一二三小题。第九页。好，我们接着上次讲下面这一节半群与群。上次我们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背景啊，从对称讲到群。那我们开始讲第二个大问题。群、半群、腰半群。首先我们说一下群。首先我们给出定义，一个非空集合 G 中定义一个运算我们用一个空心的圆圈来记这个运算，且这个运算满足以下规律，称这个 G 啊关于这个运算微群。当这个还可以再有一个 G 为前面是集合，后边分号，再往后呢是这个运算的符号。当这个运算还满足结合率，就称这个 G 为交换群。或者呢叫做阿贝尔群。也有的说法叫可换群。所以群这个记号写完整了也是要带着运算的。因为它总是关于某种运算构成群。但是当上下文都清楚的时候呢，也可以简记为记。下面我们把这个以下规律来写出来。有这样四条规律。第一条是对于任意的 AB 属于 G， 满足交换率，对，交换率。这个地方抄错了满足交换率的时候它是交换群。对，第一条对任意的 AB 属于 G， 这个 A 跟 B 的运算结果呢也在 G 里。这条其实是运算本身要求的但是我把它单写出来呢是为了强调就是我们在验证一个集合式群的时候往往忘了验证这个，那下面三条忘不了，这条往往忘了。那这条，这就是我们说的封闭率或者说这个运算的封闭性。第二条是对任意的 A、B、C 属于 G，A 跟 B 先运算，再去跟 C 运算，与 B 跟 C 先运算，再去跟 A 运算。只要这顺序仍然保持，效果就一样。那么这个呢，我们这叫满足结合率，对吧？满足结合率。第三条，就存在一个元素 E， 这 E 是我们随便给的一个符号，在 G 里边，使得。对任意的
A 属于大 G， 这个 E 从左边去跟 A 运算还是从右边去跟 A 运算都保持这个 A 不变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称这个 E 为幺元，称这个运算呢满足幺元律。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对任意的 A 属于 G 都存在一个 B 属于 G， 使得这个 B 从左边跟 A 做运算还是从右边跟 A 做运算都恰巧等于第三条里边那个幺元，那么这时候呢我称 B 啊，称这样的 B 为 A 的逆元啊，称这一条呢为这个运算满足逆元律。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以下规律，这是抽象群的定义，跟我们上节课讲到群设备体的解释所说的那个子集 N 的对称变换群，那这样一个具体的群像比较，它是很抽象的。它的抽象在于这样几点：第一，这个集合是抽象的，这集合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是个抽象的集合，不像我们那个对称变换集，那个对称变换群里边，集合啊是定好的，里边的元素都是 N 的对称变换。啊，这个是非常抽象的元素啊，所以我们就用普通的 A、B、C 来表示这个 G 中的元素。第二个是抽象群的连概还是先出来在这个规律啊，运算啊，规律是对运算而言，这个运算啊也是抽象，在对称变换群里边那个运算。都是指的两个对称变换连续实施，叫做两个这个变换相乘，这很具体的两个变换连续。现在这个运算非常抽象，也就是说是我们一开始定义的那个抽象运算。那这里边的任意两个元素按照某种规律，唯一确定一个元素就叫是吧运算是吧，所以这个运算是非常抽象。第三，抽象还在于这个幺元素是抽象。那我们当时定义那个对称变换群的时候，那个幺元素必须是恒等变换，对吧？是恒等变换。现在呢，只要有一个元素满足这个性质，那它去从左边和右边跟任何元素运算都保持那个元素不变，那这个就是幺元就行了，对吧？所以这个幺元素啊，也是。抽象，再一点呢就是逆元素啊也是抽象，是吧？不像原来那个逆元素一定得是它的逆变换啊，现在就是运算结果啊等于第三条里的幺元素啊，那个 B 就叫做逆元，所以这个抽象群啊是非常抽象的。那么这样抽象的这个概念应用也是广泛的，是吧？因为它的抽象性，它不强调那些很具体的，所以只要客观世界里边满足运算都是我平时都能用啊，这样就非常好。那么各个书里啊关于群的定义啊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那现在我们按照我讲的这个系统呢这样来定义，那么我这里要给一个这个注，就是说我这个定义里边第三条啊我换成三一撇，所以就算定义二了啊，还是群的定义换成三一撇。三一撇怎么换呢？我这个只从这个左边去乘，换成这个
那然后第四条呢换成四一撇，四一撇呢这个 B 也指错左边去，就这样，这个定义跟刚才这个定义啊是等价的，啊，这也可以这样定义。那么这个等价等式的证明，我留给大家，啊，这个呢作为思考题。前面那个就要定义一了啊，定义第二等价等差性，那这算第一个思考题吧。这个思考题应该是算比较基本的啊，因为这个不太难。还有第二个思考题，第二个思考题呢我一遍说出来一遍，你应该想到既然可以有这样的定义啊，叫做定义二，我可以搞一个定义三啊，哎，对，这个同学马上想到，我说右边来啊，你不是左边右边这都有吗？你不要右边，光要左边算是一个定义，那么我不要左边，我光要从右边乘，我光要从右边乘我也可以算定义啊，对不对？那这个定义三与定义一等价不等价呢？这个你这上是一个问题了，那结论是也等价，那也等价，所以这个我简单写吧，这里会出来一个定义三。那么有人就还会想了，会不会出个第一四啊？我第三条又从左边乘，我第四条又从右边乘，我还是出来个第一五啊，第一五第三条从右边，我第四条从左边，就是一左一右啊。那么结论呢是一左一右是不行的，不等价了。那这个光从左边，我光保留三四都保留左边还是等价的，我第三两都保留右边也是等价的，但是这个我简单写吧，这一左一右啊，这个就是跟原来就不等价了，不再是群的定义了。那么这个作为思考题呢稍微有点难啊，你们愿意的话呢可以去考虑啊，也有些书上参考书上呢有这些内容啊。那么这是群的定义，我们休息以后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群的定义。上节课我们讲了一个具体的群也有这四条，现在我们讲了抽象的群还是这四条，它们有区别，这是抽象的，那是具体的，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本质就在于这个规律，对吧？运算所满足的规律本质是一样，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规律记住。待会儿我们休息以后，这些都擦掉了，但是我要每个例子要回到这四条上来，那么这四条你脑子里还要记得，等于一个复习。好，我们休息啊。休息十分钟啊，我们还是从这现在算起，休息十分钟。